4日晚，在第36届金鸡奖颁奖典礼上，周深作为开场嘉宾，是全场唯一的歌手，也是全场唯一的独唱。这就是央视六公主对周深的偏爱。周深现场演唱《流浪地球2》定义主题曲《人世》，现场燃炸了。周深搭乘着空中舞台，从整个观众席飞过，然后才回到舞台之上，从天上缓缓降落。周深犹如天神降临，震撼全场，极具穿透力的声音让人一秒钟就沉浸到悠扬的歌声中。战歌起，歌声冲破天穹，直击人心。看完周深 live 版本后，小编更是深有感触，歌曲的宇宙感无敌了，高音可以说是震撼人心。周深高亢的嗓音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力量，细腻的处理和演绎仿佛在看电影大片，宇宙浩瀚的舞美太震撼了。突然想到周深在国家大剧院演唱《灯火里的中国》时，指挥老师说周深就是场子越大心态越稳，状态越兴奋。这次的场子虽然不算顶级，但舞台在高空且在移动，周深是真的稳啊。而在开始之前的央视现场直播间里，惠英红老师和裴文老师聊到周深时，忍不住说周深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可爱，充满力量，很正能量的小朋友。周深唱歌就是唱哪首歌，哪首歌都好听，简直说得太对了。一次一次奔向你，看窗外的冬季，像雨渲染白的发髻，岁月的攻击在你脸上。我会一次一次奔向你，在城市的惊喜，请你不要表现力真的让人叹为观止，无论是哪个舞台，周深都能够完美驾驭。他的声音充满了力量和情感，能够打动人心。他的舞台表演让人感受到他对音乐的热爱和专注。周深虽然人并不高大，但是他一开口就吸引了你，让你无法抵抗。首先是他的声音独一无二，作词人张楠说明亮而天籁。他唱歌吐字清晰，不像有的歌手你听不清他的歌词是什么。周深演唱歌曲有画面感，有故事性，有情感，再加上声音空灵美妙绝伦，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喜欢。周深是能唱多种风格，并会用多种语言演唱歌曲，这是他区别于别的歌手的地方。还有一点是，周深无论在哪里唱歌都能镇住场子，他的气场太强了，所以只要有周深的舞台，现场总是最吸引人和最成功的演绎。当初高晓松看到周深时也有担心过，看他腼腆的样子，在舞台上压不住场子。可是他不知道，周深就是为舞台而生的小王子，只要一上台就变了一个人。作曲人钱雷说，周深最好的永远是现场。周深是百年不遇的天才歌手，他有无限的可能，相信他还会有更多的惊喜在等着我们。
想听周深的，我也想听周深的啊。这样我没什么说的，我来吧，二十个，你二十个，我二十个周深，小小的卡布雷周深。卡布雷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叫卡布雷周深呢？因为我以前网上的名字叫卡布，但是卡布被别人注册了，然后就叫卡布雷。就是我是一个其实特别特别不会跟人相处，所以人一多我为什么话就会越少，因为周深比梧桐好点儿，第四个就哭。说，从小到大，没有那么多人说过就比较喜欢我，或者是讨人喜欢的一个人吧。所以我自己，哎呀，救命啊，我说不下去。我能理解。就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渺小嘛，可能自己遇到了一些困难什么的，在别人那看来就没有那么难，但其实给自己心里的也留下了很深的阴影，我说不下去了。所以就是我在外面说话什么之类的，我也会觉得会不会让别人不开心，然后我其实也特别每次来录青春还原就觉得好累。我也很喜欢大家，但是我又害怕自己太喜欢大家。周深，我就是不管你有多喜欢我，我都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千万别怕太喜欢我们。好多，我觉得我身边的人，很多人都喜欢。周深超级好。我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目标，我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，所以就只有一个愿望吧，就是能够站在台上唱歌时候有人愿意听。因为我自己，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克服了自己很大的心理压力去参加的好声音，当我上台听到第一句话是一个人说啊，长这个样子他会唱歌吗？特别快就在我旁边说了一句，他可能是悄悄聊天唱歌观众，然后就那一下我就要开始我的唱歌了。所以希望大家很难被别人很快的就喜欢上吧，所以我很容易满足啦，我只要能够一直在舞台上唱歌就可以。你会一直唱下去的。来吧，我们干一下然后结束。